在12月30号，谭咏麟庆祝自己入行40年的派对上，我们的曾大哥又喝醉了。哎，为什么要用又呢？难道曾志伟真的是逢酒必醉吗？子君本来说要在我的派对上替我顶酒的，乳猪之后就这样了，真靠不住。这位从君变成乳猪的兄台正是曾志伟。前些日子，谭咏麟开派对庆祝入行40年，汪明荃、罗家英夫妇、苗侨伟夫妇、郑中基、陈慧娴等圈中好友都到场祝贺，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曾志伟喽。曾先生呢，事先就主动献殷勤，表示要帮忙挡酒。哇哦，用你挡酒，那真是谁用谁知道啊！我现在这么醉，他怎么办？我帮你过来。又破出来了，又开始了，又推出来了，那是红的呀，啊，那过去了，成的啦，干嘛不能这样子笑呢？No， 媒体说的醉到第一个被推出来的就是指这个喽。那是12月7号，刘嘉玲49岁生日派对，一样是高朋满座的明星聚会，一样少不了号称千杯不醉的曾志伟。我上一次前两天呢，在他的生日会里面，他就特地要我上台讲一讲，他说你说我是你是不是的会不会要讲一讲讲一讲，结果就被送上台来讲台。我们都没听到，讲一下讲一下。我喝醉了。好像我那个照片我们倒是都看到了。对呀对呀，变个景点。变景点这件事儿对曾志伟来说真是一点也不难为情。就在刘嘉玲生日派对前5天，也就是12月2号，苏永康的婚礼酒席上，曾志伟已经预演过醉到不省人事、六亲不认、任人摆布的情形了。逢酒必倒，然后逢酒必倒，这个光荣传统在曾志�伟身上可是源远流长啊。2008年，在陈慧琳和刘建浩的婚礼上，作为司仪官的曾志伟，在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之后，马上就闪身投入到最爱的琼浆玉液当中。没有什么游戏，他已经醉了。这么快就醉了？对呀、啊，他在舞台上开一个头开场，访问几句，然后就下去，不停的喝喝喝喝。现在我觉得他已经而好朋友谭咏麟在微博上对曾志伟的调侃可是一刻都停不下来。参牌说这是曾志伟的头，曾志伟最新造型，一看就知是曾志伟的远方亲戚曾八戒。曾志伟最近勤练功夫，准备接新片《夜奔》。曾志伟说有耐力和我喝酒，但各位观众郑重介绍曾志伟先生，曾志伟经常都是这样啦。哎呀，我们都不忍心再找下去了，既然都已经被黑成这样了，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去年谭咏麟的一次宴会上，曾志伟最终是醉倒被横着抬出去的，那销魂的醉姿可是在各大娱乐版面出足了风头。对此谭咏麟一语道破天机，每次到喜庆场合，志伟都高兴过人家，你们说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如果每次喝醉都只是被围观，然后笑一笑就散场，倒也没什么。不过任性的结果有时候也会发生悲剧。2012年，香港娱乐圈正被艺人涉毒丑闻弄得人心惶惶，而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的会长，曾志伟在参加前港姐郑嘉文的婚礼期间，先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对艺人涉毒事件的爆料人黄浩破口大骂，最后甚至借着酒劲儿扇了对方一巴掌。此事惊动警方到场，随后黄浩在妻子徐淑敏的陪同下去医院验伤，而曾志伟随后也被传唤到了警局协助调查，不过最终获释了结此案。因为我打电话你哋喺门口等，所以费事大家到 ，OK？ 你要大家喺差馆，系咪消防啊？系，因为系头先系要帮助有啲协助调查 ，OK？咁啊，只能够帮唔到，所以大家要张相嘅。唔该晒，酒量堪忧的曾志伟倒是从来没犯过酒后驾车之类的错误，也是都已经双目紧闭、任人宰割了，实在也不能怎样哦。当然啦，光是热情的好饮是不能饮成大哥的。江湖沉浮这么多年，除了琼浆玉液这点爱好，挖掘新人也是让曾大哥很开心的事儿。就手放在这里。因为你不晓得说有个记者朋友什么时候拍照，所以随时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自己做选美做了23年了，做导演也做了35年了。对新人，其实我自己挺有感觉的。我很想在电视里面跟大家分享，
到底一个新人具备的该一些什么东西。大哥正经起来也真是不能抵御啊，算起来曾志伟也是三代同堂，儿孙绕膝了。为了尽可能多多享受天伦之乐，还是少贪杯的好。